说新书谎话不着痕迹，小庄给予高评价。真是，哎呦，瞬间起摇，突然张开眼睛，我已经在甲府病房了。我旁边有很多鬼，很可怕，会这样裂笑来，会拉着我手，这样一直拉，一直拉，都带我走吗？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昏迷，我又再次睡着，醒来我就看到医生一直讲，灵魂飞到上面去，喷出去，灵魂出窍，哇塞！我现在回忆起来，一个大飞牛的这个技术是很高的。如果是他男朋友，今晚十点，小明星打更杯。